广电总局坚决抵制还有不良情节动画片。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负责同志表示，支持符合条件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机构依法依规制作、引进、播出内容健康向上、弘扬真善美的优秀动画片，坚决抵制还有暴力、血腥、低俗、色情等不良情节和画面的动画片上网播出。儿童和青少年是动画片的主要受众群体，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应办好儿童频道、青少专区，进一步规范节目内容，优化节目编排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网络视听空间。